过来嘛。这又是我的计划。想什么呢？你真的不想知道是谁吗？我一点都想不出来。其实我知道是谁，只是我想让他亲自到我面前来，跟我坦白而已。真的是我们自己人吗？是司曼林。曼玲姐，没关系，我有雨伞，我可以的。他怎么了？哦，他之前遇到了一次不太好的事情，所以下雨天不是特别愿意出门。也是，困在那么高的地方，谁都会有阴影。我从来没跟苏满林讲过那天你在天台的事情，他为什么会知道呢？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监控画面拍到了苏满林尾随你跟陈文文进去，那天晚上把你锁在天台的人就是苏满林。我是真的没想到苏满林会那样，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对他多了一些关注。苏曼林在整个设计过程中经常走神，我就觉得他有问题。来电话了，我去趟洗手间。没想到他果然偷走了我们的设计方案。不好意思啊，曼林姐。进公司以来呢，他真的帮了我很多，有的项目也是他带着做的，我不会的地方他也会教我。我想象不到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唉，就是有点难以接受。我也是有点难以接受啊，苏曼林在公司这么多年，我是不想让他走得太难看。好了，先别想这个了。你现在想一想，如果要给你放几天假，你想去哪儿玩？你要给我放假吗？当然了。去哪儿都可以吗？你说了算。那我要好好计划计划。过来嘛，这又是我的计划。